好，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最终红。咁上次讲到咧，我哋打赢咗劲敌之后咧，嚟到呢一个嘅彩虹市。咁彩虹市咧就有进化石买嘅，应该就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即刻上买咗进化石先，因为我哋嘅乐天河洞咧已经急不及待需要一粒水石进化啦。冇错，即刻嚟粒水石，即刻变成乐天河洞，唔该。OK， 成功成为咗乐天河洞之后咧，我哋就睇下，哇！呢啲道具系。劲嘢嚟喎，有啲王者之冠我见到幸运，哦唔系，我以为呢粒幸运蛋嚟。好，睇下有冇劲嘅招式机先呢度。啊，呢啲用唔到啦，呢啲用唔到嘅嘢，努力直药啦，都系用唔到嘅。喂，冇招式机埋喺度，应该有噶。第三层咧，呢啲系种子嚟嘅，呢啲练努力值嘅呢啲吓。OK， 呢边咧。我、oh, TM 呢度有啦，但系呢啲咩技嚟噶？呢啲唔系我要嘅技人嚟喎。呢啲又买咗啦，已经啊，已经拥有咗，呢啲又唔使啦。哇，有啲球种喎、啊，精灵球，但系冇用啦吓，呢啲都系冇用啦。哇，我哋冇招草技啊，我哋草技仲系用紧25啫，唉，咁即系一定要打完草喺道馆先有超级吸收啦，系嘛？咁今次嘅道馆咧，应该系草属性嘅本主啦，系啦。照道理咧，我哋有两隻飞人系啦，再加一隻火系咧，其实应该系好打少少嘅会系。咁但系未入到去都唔知啦，可能咧又要打，即系又要打一集都未定嘅，唔出奇。好，我哋用住大王焰先，啊，跟住用普通飞人技啦，应该飞人技都刺死佢咯，以后。哇！用嗰招咩飞叶风暴啊，降咗出嚟啦喺度，升一升咧啦出嚟呢招啦，哇麻痹，最真麻痹就，哇系好开心，见到啲草系，见到啲草系打我降飞完全打，唔系觉得高兴，因为降飞咧系好似四倍草啊，所以其实佢系如果得咩草技啊，草属性嚟讲咧。应该系打唔赢降飞嘅，系嘛？老实讲，降飞系一定要有啲咩火技啊、雷技嗰啲，但系草属就应该唔会有火技啦。我谂系啊，有火技嘅草属我都突然即系一时之间都讲唔出系边几只咧，可能有都唔出奇嘅。好啦，咦？对面嗰只系咪有热风啊？呢只应该冇啊。我哋先 fix 勾咗右边先，系啊 ，OK。哇！瞓覺唔係玩啲咁嘅嘢，呢度換重換手先，換做飛人係，係啦。如果唔係驚佢打得我痛喺度，嗰只蘑菇，嗰只蘑菇我驚有草嘅一嘢秒咗。我又應該唔會嘅，因為我係河童咧，水草係。OK， 哇！呢只都夠諗出去啊，葵。哇！呢啲飛跳嘅用 ，OK 冇問題，飛跳。唔惊啊，飞条！哇，呢个草系道馆好似好舒服啊，暂时打落啲训练家都全部都渣渣地，可能其实唔系渣，只不过我咁啱咧呢只太劲啦，佢哋得翻啲麻痹手段去攻击我咯，咩麻痹啊、睡眠啊，冇其他方法去打赢我呢只，太劲啦实在。转重先，大王烟，飞行技用呢招啦吓、啊，我惊打唔死，直接用勇撩车个呢只都系啦。哇！就死啦，车埋啦，冇理啦，杀埋佢呢只。跟住我哋换火柱出场，火球。哇！全部都大胜利啊！唔通呢个彩虹市有冇机会可以一踢过咧？啊！虽然打训练员好快手，但系会唔会打馆主好耐咧？要喂咩事啊？呢、這个好居然喺呢度见到呢、這个唔系嗰个咩作者啊？就系、是、我喺呢度咧做咗一个小小嘅 demo battle 俾你喎，吓、啊、你咧可以咧想要得到快乐，你可以走过嚟佢话。不过坏消息系咧，我咧冇加入到呢一个第八世代啊。但系咧，就算冇第八世代咧，我都保证咧你会得到呢个快乐啊。咁啊，小心啲玩呢一个咩游戏边境啊 ？SF Quick Battle 喂，唔系话要打喂，唔系话又嚟啊作者，黐线！我谂住入嚟。我谂住入嚟回血嘅啫，几时无端变咗打架啊？要，但唔紧要啊，我都可以试下嘅。佢嗰只咩系噶？地面啊，地应该系地面啦，系嘛？我换只呢只啦，哇，好痛喎、啊，老友，会痛得滞。哇 ，U turn，
蒙蒙啊，蒙蒙，喂，你个 set 火啦吓，呢度用二 set 火啦吓，哇，佢用咩教呢只？呢只咩嚟噶？场地，精神场地，应该秒啊嘛呢下，哇秒唔到，哇电磁波，哦死啦要，输啦输啦，赢唔到啊呢个，黐线点赢啊？佢仲要用回血嘅，点解有？其实佢打唔系好痛嘅呢只呢招技，但应该都冇乜机会打赢，系啦个格斗系。你咧变得比上一次更强，呢、這个作呢、這个唔使死喎，直接喺度讲嘢。但系咧，我有需要咧令你更加强。呢、這个作者就话：我咩嚟粒？呢粒系嗰啲果实嚟嘅，果唔系 mega 同埋另一粒唔知咩嚟嘅。我咧俾你咧继续你嘅旅程啦。如果你觉得闷咧，你可以过嚟咧挑战一下你自己。你可以咧计一计咧自己可以做到几多连胜。但系咧而家咧只有一个小小嘅一个唔知咩 berry 作为呢一个奖励喺呢个系统入面。而且咧，你只有咧十分一机会可以攞到呢个 berry 喎。佢话 good luck 咩 berry 唔知咩果实，系咪就系头先嗰粒嘢啊？呢粒啊，呢粒唔知咩胆撇球啊嘛，我记得好似系，我记得好似系边一代新搬出噶嘛，系嘛？啊，我哋唔好理啊，无端有个作者喺度阻住我哋，我哋要打道馆啊！呢度道馆应该唔易打，唔系唔难打啦，系嘛？咦，呢个飞人系喎，即刻车个用料过去先，咁都唔死。好得啦，我哋成功打嚟啦。咁之后咧就系 Elika 啦。咁 Elika 咧照用飞行技打冇乜问题啦。好，喂，一嚟有只草降喺度咯，已经有冇搞错？草降其实我都可以照打嘅，呢度用魔爪先。佢用咩啊？佢用落钉又都系攞喺度。哇，十万伏特佢有黐线噶，何德何能你会有十万伏特噶？电死咗 ，OK， 火主用错技，系火球，坚硬咩啊？哇喺，我哋可以极巨飞啊喺度，得唔得咧？咦，佢呢个冇得极巨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系嘛？系咯，冇得极巨，咦有喎、啊，定因为我太少血唔俾我唔会噶，系咯？点解嘅？唔知道，唔知点解冇得极巨头先，紧要啦吓。用格斗技打啦，打唔赢啊！你应该输咗啦呢度。头先一开头嗰度用错咗技打草降，所以输咗喺度。飞人其实都痛嘅，打落去可能有机会嘅，但系哇喺呢度极巨先，反正都系试下啦。可惜啊，好死啦呢度，求其开啦啲技。OK。咁头先测试过佢嘅队伍咧，其实老实讲都唔算劲嘅，有机会可以又系用火柱一下推死嘅、啊，但系需要一啲技巧。佢一开头草降啊，佢一开头草降嘅话，我哋得啦，我哋即刻用火柱先，用火柱应该可以咧、用呢个飞行极巨飞加速之后极巨拳加攻之后再用极巨火加火伤，系啦，冇喎、啊，冇得咩，冇得极巨嘅，点解呢只依家？点解系咪因为撞咗啊？冇咗极巨嘅，点解？系咪我用咗二 set 石，所以冇咗极巨啊？拆走佢先，可能系啊，系啊，真系啊 ，OK。我哋用极巨飞先，极巨飞，极巨夹，其实唔使喎，极巨夹先啦，极巨夹之后极巨飞之后极巨火 ，OK， 就咁排啦呢个。哇，中毒唔紧要啊，呢、這个毒好小事啫，烧死佢。好，跟住我呢度用嘅系二连踢都得啦。好，下只，不过唔系喎，佢有个咩喎？佢后面有只龙喺度，好麻烦。啊，呢都一下秒到啦呢只，咩噶冇问题。啊，中到就死噶呢度。好，下个系咪草龙啊？草龙出嚟啦。呢度佢应该会选择极巨化佢嘅。如果佢极巨化佢，我哋用。火技系应该系比较上痛啲咯，火技我哋系啦，冇办法。虽然飞人嘅黑到，哎呀避咗大镬啦！呢只系咪有招保护？系咪洗咗？好似洗咗。嗯，我两只降料啊，降料应该可以顶得住啲伤害嘅。跟住我哋用釘佢就
嘅巨牙冇问题，巨牙再打，哇就死啦，再用飞勇鸟，唉 good 啊！大王燕出嚟可以清场喺度，大王燕都系勇鸟啦。好，跟住仲有边只？仲有呢只嘢喺度，呢只我哋睇晒先。后面有啲咩虫啊？哇，后面啲虫可能打唔赢，直接用勇鸟啦，系啦，唔好用二色技，定用二色技啊？二色技160，呢招，哎，揿错。 唔想揿咗添，哇！喺打得好少啫，睇落个伤害。开个阴谋先知道，超级吸收，跟住我哋吸收，唔系，哎，输喎呢度要，打唔赢。哇！超硬净呢只，打都打唔入个阴公。拍落，冇啊，打唔赢，呢只冇技打。 系咁啱，佢有隻草龙顶住我咯。草哥我哋用火爆喉打，草哥用火爆喉打，火爆喉应该可以两拳打死，两拳打死 ，OK。 咁佢落钉有得佢落。佢而家换草龙应该会极巨化，直接系啦。我哋先磨走佢个极巨化，之后再开始强化我哋嘅火套。呢个时候就用钢雀出嚟，之后用普通飞人技啄佢一下先。哇！你睇几狗，你要食药。 真系啲咩 setting 嚟究竟？好，跟住一招用料车过去，一滴血，跟住再用飞人技。哇，佢快喎，好唔紧要啊！呢度用大王焰啦，大王焰，跟住用嘅系呢招啊！哇，咁都打唔死黐线，好黐线喎，搞咩啊？极巨飞。 应该一下车死啦，冇错。跟住下个，哇，佢出呢只啦，呢个时候极巨火啊，直接，既然系咁，极巨火再加再多嚟多次极巨火，哇，好高速喎佢，搞掂啦，应该赢啦呢度，应该一下火球都车得死嘅，其实而家，虽然冇加工啦，但系我有太阳嘅天气底下，打唔打死啊？打唔死争啲。 毒弹好，咩秒咗？哎呀，咁有机会输啦，咁有呢度，黐线又输呢度，睇嚟，哎，赢到，仲争只草降啫，只草降啊，哇，草降会打唔赢咧？可能会喎，草降，佢咁样回血回法，哦，真系打唔赢，真系打唔赢啊，草降，我可唔可以食药喺度？ 我冇重新弱喎，竟然用水技打啦喺呢度，都多嘅，都多，但系呢度系咯，我要中多次，可唔可以打死佢？争啲，唉，争少少打赢呢度，嗱呢个计划已经唔错啦，我觉得双格斗打爆佢，再打呢度。 我哋可以用薄命，不如用薄命啦，求啊，唔系喎，呢度有冇啊？我可以得，可以用薄命得啦呢度。跟住就雀仔，干雀，我哋可以磨爪先，不如磨爪先，磨爪，跟住再用呢招，哇高伤，我可以杀埋添喎，呢度有机会，可以杀埋添呢度。哇，真系好狗呢度，仲要有食药，劲狗呢度，好极巨格。 极巨格先呢度，佢打我唔死嘅呢度，极巨格。OK， 佢有原始力量，跟住再用极巨飞，极巨飞应该秒啦。好，下一个就用极巨火，赢啦挂金铺，仲唔赢？OK， 呢度再用普通火球。喂，青草滑梯嚟，你呢招系，或者佢快过我啦。下一个奇异花，我草降先好。 杀埋草降，奇异花出嚟咩价啦要？好嚟啦，中到就赢啦呢度，唔中就输啦。好，杀埋啦呢度。头先有太阳情况下都打到差唔多死，加埋攻啊死紧啊奇异花，冇错。咁我哋赢到啦呢一个。Erica 已经胜出了，而且应该系攞呢一个超级吸收啦，系嘛？19喎，系咪超级吸收啊？系啦，唉，终于有我哋嘅。 乐天我仲终于可以学到招75嘅吸收技能啊！唉，真系开心。
咁我哋嘅河童，我哋嘅河童基本上已经发挥到佢最大嘅效益噶啦，呢啲技能，我觉得。不过咧，佢冇落雨就争紧啲啊，但系唔紧要啦，到时有机会可以自己开俾自己都得嘅，系啦。好啦，之后应该系去边咧？应该系咪去浅虹市啊？诶，做咩啊？咦，就系呢度啊！原来佢叫我哋呢啲人咧，呢啲人渣咧，唔想离开呢个地方喎。佢就话用岩团，哦，佢就话咧揾咗三只劲嘅精灵咧喺度开始。开始对战、哦、，OK， come next to me、哦、when you finish， 哦，当你完，当你揾咗三只劲嘅精灵之后，再翻嚟揾佢，哇，又嚟呢啲啊，三只精灵应该摆喺头得噶啦，唔使摆喺中心啦，我谂，好，我哋用钢雀摆头，火第二咁样啦，落天鹤龙第三啦，虽然落天鹤龙其实撞咗技能，不过唔紧要啦，都 OK 嘅。OK， 试一试啦吓，试一试呢个劲敌嗰个实力如何啦，试试喺度。OK， don't worry， 我哋咧一定会赢到呢、這、一个，好容易咁赢到呢个比赛。呢班人渣嘅，听唔听到咧？呢个死仔讲啲咩啊？系啊，嗰个水蓝队同熔岩团嗰人讲，佢话咧会赢到我哋，好简单喎、啊，击击击击。系啊，我听到啊，佢咧跟住我哋啊，周围咁，但系咧我哋冇时间啦，我哋系时候咧俾啲教训佢啊。当然啦，我哋咧唔会咁轻易咁放佢走嘅。佢就话：我哋一定可以咧好轻易咁赢到佢嘅，相信我，系咪真系得噶？你靠你噶啦，我冇所谓啊，我冇所谓啊，你打得赢至好啊！哇，真系打得赢，大佬！佢咁嘅敲鲸王，再加咁嘅尼多王、啊，你只咩俾佢黑住、啊？哇！我要用只咩啦？我要用只罗天河龙保住佢、啊。睇个款似系，先打咗左边先，因为左边一喷水好大镬。尼多王 mega 进化好，佢仲用阴谋唔系啊嘛？哦，原来呢只嚟嘅得，咁都好啲，我冇睇到。我打晒落嗰度。诶、欸、，OK OK， 哇拉低啊！我哋呢度出只罗天河龙啦。飞勾右手边啦，佢而家打左边，我哋飞右边，应该快得过只敲鲸王啩佢。哇，唔系话边度打噶呢、這个敲鲸王打我嘅？哇，你佐罗克咁慢嘅，点解敲鲸王快过佢噶？速砖啊，大佬佢唔对路咁、啊、样，打到得翻半残咯、啊，已经仲要打唔死佢添。唉、哎，用水技打嚟多，重磅炸弹，黐线！佢唔系速砖，但系快得过只咩嘅？点解一成为我队友就咁废噶？佢哋啲劲敌咩速度嚟噶？点解佢慢得过我只鲸鱼嘅？冇理由噶！哇！呢度仲要冇得俾我极巨化，我哋打只地多啦呢度。哇！肯法罗又咩噶？仲要用地面技？哦，完啦我呢、這个回合我完结了。又话一定赢到吓、啊？你又话一定赢到嘅？而家得翻蜥蜴王，再加呢、這个肯泰罗，再加嗰只嘅爆乌圣龙，黐线劲难打喎、啊！我哋一嚟出咗河童先啦，喺度河童再加呢、這个火珠，其实有冇用咧？火珠都有用嘅啊，唔系、哦，可能火爆喉嘅，诶、啊，冇啦冇啦，照旧咁样啦吓、啊，照旧呢个阵容应该 OK 嘅。佢又话相信你，点样相信你啊？呢度 fake out，fake out 边只好咧？我哋 fake out 只最有机会杀得到我哋就系尼多王，我哋杀尼多王先 ，fake 尼多王应该系嘛？有用啊，系佢系呢只，佢系咩啊？佐罗亚克嚟，阴谋。跟住我哋用吸收吸只鲸鱼，哇！用啲咩技能啊？咩技啊？我招 ，OK， 打死一只先呢度。修建老将，咁修建老将好明显系出嚟打只佐罗亚克噶啦。尼多王，尼多王系咪地面？我哋用二 set 技打落尼多王度啦，开二 set， 开水 set 打落去。哇，哈马、啊，重锤啊！搞错啊！呢度用钢料啊，钢料再用勇料车内超能力，好到我喐啦。肯泰罗咁，肯泰罗头先有 mega 啦，我哋照杀，睇下打唔打赢啦，肯泰罗。哇，打唔入喎，雷技。哇，佢有冇用技噶？佢用嗰啲咩技啊？
用嗰啲咩技啊？呢招咩技嚟噶？呢招唔知咩技，佢呢招啊睇唔明佢招咩技。好，火球应该打得死，哦降系，应该系降普通啊，变咗定唇降，但系唔知够唔够佢快喎、啊。诶、欸、避咗，哇杀到啊，应该唔知杀唔杀到咧？呢招火球杀到得啦，睇你啊，大佬。诶、祸不单行，得翻我呀。 诶，赢啦，应该赢，佢有咩噶进化，龙之波动，好 ，OK 系嘛？烂泥，我哋冇地面技，所以我哋照用火技或者飞跳，诶、哎，冇啦，火技啦，火海二连斩喎，诶、哎，搞掂，未搞掂，佢系岩石钢啊，咁我哋用格斗咯，但系格斗会扣少，诶、哎，用火技先啦呢度照，叶印斩火球 ，OK， 烧伤咗，唉、哎，掂啊，搞掂。 O.K. 赢到啊！虽然临尾嗰度佢 miss 咗招地面嘅，所以先赢到嘅。系啊，如果冇 miss 到咧，佢肯泰罗应该可以推成队。O.K. 我一定迟啲会再见嘅。我哋咧周围，我哋咧无处不在啊！呢、這个人就讲啊，你真系咧帮助到我啊，唔系你真系咧吓亲我啊！你真系咧变强咗啦！自从咧上一次战斗之后，所以我先知道咧我可以依靠你嘅。佢就话。 诶，系、欸、我嘅咩 Pokken Knife 系咩？唔知咩？阿 May send 呢个信息俾我，佢就话呢个 leader 咧喺 S 字头呢个 city 度，我要过去咧睇睇佢啦。多谢你嘅帮忙啊！但系咧，我需要你啊喺呢个 S 嘅 city 度。你可唔可以咧用你最大努力咧，尽快可以过到去？哇！又要我过去帮手。Take this with you，我拎呢个俾你。呢个系弱点保险、啊。Well see you soon， 我就迟啲再见啦。应该系咪啊？边个嗰度啊？ 系咪嗰个大厦嗰度啊？应该就系喺拿兹嗰度啦，因为大部分嘅打交咧都会喺拿兹嗰个大厦度打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。今集其实都棘棘地啊，系啦，临尾嗰度都好快搞掂，但系估唔到竟然回避咗一下嘅地面技能，咁跟住咧成队就赢咗呢一个嘅水蓝队啦。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见。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咧揿个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最终红，拜拜。